第3071集。上古时代，轮回之主麾下有六尊魔神，都是轮回之主的仆人。这个玄牝魔神正是轮回六魔神之一，昔日执掌畜生道。哥哥，你别胡说好不好？玄牝魔神武道通天，怎么会是你的仆人呢？我们快点想办法逃跑吧，我们在这里谈到玄牝魔神的名字，都会被他察觉到天机的。苏晨瑜看了看四周，却是非常紧张。在前岸魔地一年时间内，他亲身见识过玄牝魔神的恐怖。玄牝魔神掌握着畜生道的神通，如果有人胆敢得罪他，他一直点出畜生道法释放，就可以把人活生生的变成老鼠、猪狗、牛羊，非常可怕。这是贬人为畜的逆天神通，是上古轮回之主的手段。叶晨说玄牝魔神是他的仆人，苏晨瑜自然一万个不相信，难道姐姐有这么大的面子可以请轮回之主来救自己？那玄牝魔神在哪里？带我去见见他。叶晨眼眸里掠过一丝杀气，玄牝魔神是他昔日奴仆，现在居然归顺了魔魂神宫，背叛了他，他自然难以容忍。盗墓窃骨也是玄牝魔神带路的。叶晨掐指一算，天机洞明，顿时发现了更为惊心的事实。原来叶晨陵墓里面藏有一截盗骨，这个消息也是玄牝魔神告诉风星云的。甚至风星云想盗墓还是玄牝魔神带路。昔日的奴仆居然敢忤逆主上，助纣为虐，简直是罪不可赦。虽然当年的玄牝魔神没有亲手参与盗墓，害怕冒犯轮回天威，但背叛带路的举动已经是十恶不赦，叶晨没有饶恕他的道理。如果不是他背叛带路，或许恶鬼魔神也不会沦落到凄惨的境地，叶晨的道骨也不会被盗走。你还想见玄牝魔神？哥哥，你不要命了？那玄牝魔神听说是昔日轮回之主的仆从，虽然轮回之主陨落，他修为大大跌落，如今只有还真境二层天，但实力也完全不是你能抗衡的。苏晨瑜听到叶晨要去见玄牝魔神，顿时大惊。叶晨一阵冷笑，眼眸里杀气愈发的浓烈，对待叛徒他可不会有什么仁慈。就在这时，客栈外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拍门声。苏晨瑜，你是不是想逃跑？好大的胆子，你想谋害玄牝魔神大人，快给我滚出来。一阵阵愤怒暴躁的声音也从外面传来。不好了，哥哥，玄牝府的人上来了。苏神鱼俏脸顿时变色。前岸魔地的地脉被魔碑沾染，在这个地方无论是议论魔魂公主风星云，还是议论玄牝魔神这种高层人物，都会触动天机，引起注意。玄牝府正是魔魂神宫麾下的分支，由玄牝魔神掌管。来得正好，出去看看。叶晨冷笑一声，当即带着苏晨瑜大步走出客栈门外。夜色黑暗，客栈外有十几个人擎着火把，一脸杀气腾腾的模样。这些人模样非常怪异，或是牛头马面，或是狮身人面，或是青面獠牙，在黑夜里看起来很可怕，没有一个是正常人。显然他们都是玄牝魔神的手下，是玄牝府里的弟子。玄牝魔神执掌畜生道，不喜欢人族，只喜欢畜生。凡是玄牝府里的弟子，血脉都被玄牝魔神改造过，变成半人半畜生的模样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鬼鬼祟祟敢隐藏气息？快快现形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就是你在谋害魔神大人。众人火把照在叶晨的脸上，纷纷呵斥。距离这么近，他们已经感受到叶晨用了某种手段隐匿身上的气息，没有暴露底细。玄牝魔神在哪儿？叶晨眼神森冷，扫视全场。怎么，你想见魔神大人？凭你区区乾坤境一层天，你连给魔神大人提鞋都没资格。
这小子鬼鬼祟祟的，一定不怀好意，宰了他。众人神色彪悍，不再废话，纷纷拔出刀剑朝着叶晨砍去，要将叶晨乱刀分尸。苏晨瑜见状，顿时惊呼一声，躲到了叶晨后面，一脸的恐惧。这些人都是半人半畜的怪物，领悟了一丝畜生道的神通，刀剑挥舞间，就有恐怖的天灾煞气不断的暴裂而出，无尽黑雾滚滚沉沦，碾压虚空，仿佛要将人拖入无间轮回里去，永生永世承受身化畜生的劫难。苏晨瑜的脸色已经是一片苍白，他亲眼看过得罪玄牝府的人，就算不被乱刀分尸，中了玄牝府的畜生道灾气，也会沦为畜生，非常可怕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五道，而是带有六道轮回的法则诅咒。雕虫小技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大恐怖。叶晨冷哼一声，浑身突然炸起一圈圈的猛鬼戾气，如有千万只恶鬼一下子从叶晨体内冲了出来。叶晨整个人仿佛化作传说中的鬼王，满头黑发飘扬，身上一层层的恶鬼枷锁刷啦啦的作响，演化出六道轮回的劫难灾气。什么？恶鬼道？六道轮回里的恶鬼道？你怎么会的？众人大惊失色，震撼到无以复加。现在叶晨施展的是六道轮回里的恶鬼道法，如化身鬼王，举手投足之间万鬼咆哮，天崩地裂。这也是灵木中感悟的一丝道，正好试一试。黑暗的夜空骤然浮现一层层的鬼云，九天苍穹之上似乎有什么恐怖的魔神在窥视着世间，要吞噬一切。这是恶鬼道的滔天气象，恶鬼魔神陨落，临死前将属于恶鬼道的轮回法则还给了叶晨。叶晨得到这部分法则，六道轮回法的修为大大飙升，恶鬼道的凶威显化出来，他就是真正的大恐怖，全场所有人彻底震撼。苏晨瑜也是彻底惊呆了，在这滔天的猛鬼气象背后，他似乎看到了主宰众生、定轮万界的身影，那是轮回之主的身影。难道哥哥真的是轮回之主？苏晨瑜掩着嘴巴惊骇到了极点，他身上有一条条的锦鲤虚影不断地浮动着，挡住了猛鬼气息的冲击。叶晨并没有忘记他，一手天仙锦鲤钗适时地保护住他。眼前恶鬼缠身，叶晨的模样虽无比恐怖，但这也正是六道轮回的威严之一。六道轮回并不是什么正气煌煌的道法，而是包含了天人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等等复杂的变化，以生死无常、幽冥地府、轮回不灭等等大恐怖手段来定轮天下，镇压一切敌。无大恐怖则无大秩序，雷霆手段方显菩萨心肠，这就是轮回之道。叶晨周身的万千恶鬼发出一连串尖锐恐怖的笑声，疯狂冲击四周，周围空间仿佛碎片一般被无尽恶鬼撕碎吞噬。一个个玄牝府的弟子们在万千恶鬼的撕扯下也发出了尖锐的惨叫，血肉身躯被撕成碎片，最后被恶鬼吞掉。眨眼间，叶晨灭杀全场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连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哥哥，苏晨瑜呆呆出神，彻底震撼，说不出话。走，我带你去玄牝府。叶晨舔了舔嘴唇，眼神里杀气浓烈，当即拉着苏晨瑜的手臂直奔玄牝府。刚刚灭杀全场，叶晨已经捕捉到了玄牝府的位置，昔日的叛徒就在那边，叶晨自然不会错过。等宰掉那个叛徒，解决掉隐患，叶晨就可以考虑夺取轮回魔碑和前世道骨的事情。虚空撕裂，叶晨拉着苏晨瑜瞬间横掠数十里，来到一座府邸前。这座府邸到处有一头头半人半畜生的怪物不断地在巡逻着，府邸深处隐约传出了阵阵惨叫，显然有活人遭到血祭成了祭炼魔碑的材料。苏晨瑜一阵惊悚，
缩在叶晨后面，如果不是有叶晨相救，等再过几天就该轮到他了。什么人？叶晨和苏晨鱼的出现引起下方巡逻弟子的注意，一个个巡逻弟子顿时警惕地望向天空。叫玄牝魔神滚出来见我！叶晨大声如雷霆，滚滚从天上传下去，几乎要将黑夜震破。你是什么人？大胆，竟敢冒犯魔神大人！众人见状，顿时拔出兵刃，祭出法宝，严阵以待。都给我死！叶晨随手祭出煞剑，庚金元符、雷霆元符、光明元符，疯狂的催动，剑身上冒出了诸般金光、圣光、雷光，一层层的剑气不断环绕，煞剑化作巨剑从天而降，轰隆一声落在玄牝府的门口前。巨剑落地，庚金雷霆、光明剑气等等锋芒不断的爆杀而出，周围一个个巡逻弟子、守卫弟子们遭到剑气的斩杀，顿时发出惨叫，身躯断裂，鲜血喷溅，当场毙命。以叶晨现在的手段，要斩杀普通杂兵简直不要太简单，一出手就可以灭杀全场，甚至连星魂斩和道印都不需要动用。好厉害啊，哥哥，你真的是乾坤境一层天吗？苏晨宇看着叶晨横扫全场的模样，心中无比惊讶，这么霸道的神通真的是乾坤境一层天吗？叶晨笑而不语，手持着剑，目光望向玄牝府的大门。他感觉到有一股恐怖的气息正在疯狂酝酿。谁敢在我的地盘闹事？一阵愤怒的暴喝声从府邸内传出，府门被踢开，彻底破碎，一头庞大的青阳怪物带着十几个侍卫出现在了叶晨面前。